I often try to create beauty. But true beauties are only found in him. Life changes. However, Jesus' love does not.无论路途有几遥远，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恩语同路人。 欢迎大家嚟到恩语同路人嘅节目，我系温哥华恩语嘅 Grace 去。咁咧，春天咧终于嚟啦。咁好多人咧，包括我自己咧，都开始，唉，真系要出去个花园度搞下啲树啊，剪下草啊，做翻下自己前后院嘅工作。咁咧，其实今日咧喺录音室里边咧。 我就請嚟咗一位從事園藝工作嘅高手嚟嘅，佢話俾我聽咧，佢竟然係我個花王嘅師傅嚟嘅。咁 Gavin 黃宏忠弟兄，咁佢咧就同我哋會分享下，其實佢信主嘅過程啦，同埋信咗耶穌之後佢生命嘅改變啦，仲有咧就係佢好熱心去傳福音嘅。咁等間我哋會去發掘下佢點樣去同人傳福音啦。 咁所以歡迎你 ，Gavin， 歡迎你嚟到錄音室接受我訪問。誒，多謝 Grace 啊，其實我都好感恩啦。其實我好不配嘅。咁至於 Grace 話我園藝高手咁啊誇張啦。不過我就做咗呢一行都喺温哥華做咗廿幾年啦。咁就至於我其實我就一出世喺香港，我都係接觸呢一行，我都做開呢啲嘢嘅。 咁我亦都係呢個 nursery farming 呢一個 feel 移民嚟呢度嘅。嗱，咁點解我話你係高手呢？因為上次咧，我去你教會分享嘅時候咧，你攞咗出好靚嘅題子俾我食。咁我就問你標唔買，你話唔係啊，係我自己嘅原譜出嘅。咁我話哇，好靚，好新鮮喎。咁其實咧，嗱，頭先你都講到啦，你就係用園藝呢一個嘅專長咧，移民咗嚟呢度嘅。係。咁我又好想問啦，你嚟到嘅時候，你有點樣去認識耶穌嘅咧？點樣接觸到教會，接觸到呢個信仰嘅咧？呢樣嘢其實我又好感謝主啦，俾我可以有機會移民到嚟到呢度啦。我好早之前其實我讀中學嘅時候，啲我先生咧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咁就嗰陣時我哋你知中學就嗰陣時個經濟環境比較差啦，咁唔係個個人可以補習，而家就差唔多
緊基督教噶啦。咁嗰陣時咧，不過就唔係好上心。咁就直至到移咗民嚟咗加拿大之後咧，咁就我喺小朋友就要出世咗之後啦，咁我開始覺得咧就即係我對於加拿大個了解咧，就係佢哋呢度真係好自由，自由得好緊要嘅。咁就我擔心我自己管教唔好啲小朋友，因為我自己都唔係一個即係我幾係一個幾反叛嘅人嚟嘅。我知道，咁我就開始我話同太太商量話，不如係帶佢去一啲即係比較傳統啲嘅地方度去接觸下。等佢保持住即係唔好話太過free 得太過緊要啦，自己咁又驚自己管得唔好，咁就係咁樣喺屋企附近。嗰陣時我住喺温哥華嘅，喺QV Park 嗰附近住嘅，咁就喺附近揾咗一間教會，咁就開始接觸啦。咁就發覺咦有咩 Awana 有嗰啲咁嘅小朋友嘅 program 啊，咁就如是者就個個禮拜就帶佢哋去。咁就我亦都間唔中，我其實我盡量就想抽時間就陪住小朋友成長嘅，咁就間唔中都會咁同佢哋去下啦，咁慢慢慢慢就接觸到基督教呢樣嘢，咁然之後就until就後尾温哥華要起嗰條千禧線，
咁就喺我哋住嗰个附近咧，就开始起嘅时候咧，就啲环境开始复杂咗啦，治安差咗啦。咁我同太太亦都商量话，不如搬去第二度噶啦。咁就系咁样，我哋就搬咗上去 Poco 上面。咁最后就喺 Pomodoro 众恩堂，就系嗰、那个呢、這个地方，我发觉好似我哋家咁样，好舒服。咁就喺嗰度就停咗落，就系咁就喺嗰度翻个教会。咁我知道咧，你信咗耶稣之后咧，你话俾我听咧，其实你嘅性格上面咧都有啲改变，同埋你信咗耶稣之后咧，你就好想带你嘅屋企人、你嘅原生家庭，包括你嘅父母啦、你嘅兄弟姊妹啦，嚟到信耶稣。你可唔可以一一将呢个过程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改变亦都令到你爸爸有啲改变，咁同我哋分享一下。我喺我未决志之前咧。讲真一句，我是可以话是活得几多几辛苦嘅。我同我屋企人啲关系啦，我同邻居啲关系啦，都可以话用恶劣去形容嘅。因为我本身我系几白厌，我系几反叛嘅。呢度啲人所讲嘅 trouble maker。嗰阵时我都唔知嘅，咁啊个仔翻学之后我就开始识呢个 terms。咁原來其實我係一個 trouble maker 嘅，咁我所以咧好多時就我爸爸咧就好細個，其實已經係我已經係同佢對著幹嘅啦。咁尤其是一啲小事，我又唔同佢解釋，咁佢亦都係相信唔會接受我解釋。咁六歲左右，我同佢已經係個關係開始轉差嘅啦。咁就如是者對抗咗成廿年，咁廿幾年，我其實我移民嚟，我都係差唔多半係被逼咁樣走過嚟嘅。你意思你想即係離開屋企，或者暫時同即係爸爸唔係話斷，即係暫時大家唔好見住啦。咁所以你想離開呢個地方？我亦都想離開屋企啦，亦都係某啲原因之下影響到我唔離開唔得嘅。係因為想同屋企家族係做嗰個行業係想。找另外一个出路的。当时的情况就是好像 被人遗弃出卖，那我就没办法了，那我就要一定要在这里 settle 下来，即由零开始。那我就所以我是很感谢我太太的，因为其实当初的时候令我有一个后顾之忧，就是我太太。因为当时我们是我92年移民，其实我92年才结婚的。咁亦都喺呢度，我要順帶提一提嘅就我好感激我一個朋友啦，一個好朋友。咁呢個朋友真係喺我移民嘅第一日咧，佢的確係幫咗我好多好多。麥藝文呢個朋友，我佢俾我屋企人都可以話都不相伯仲噶啦，佢係。嗱，咁Gavin 你講到啦，即係其實你喺信主前後咧，個人咧係個分別好大嘅，特別係。你的脾气啦，或者你为作为一个以前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啦，即系你究竟点样去 turn around 去回转？其实有两件事啦，譬如系我同我爸爸啦，即系之前讲开咧，我同爹哋啊，同埋啲兄弟姊妹啲关系咧，即系有一两个兄弟姊妹的关系唔系咁好嘅。同埋我爹哋咧，最主要系爹哋个关系系最恶劣啦。我即系可以形容话俾你听差成点咧。佢打我，我会还击啦。我会譬如系就手，譬如佢即系到我十零岁嘅时候咧，我会譬如佢攞棍殴，我会攞棍同佢对殴啦。或者是他找嘢揾石头定掟我嗰阵咧，我除了走之外，有时我都会会执翻起啲嘢掟翻佢转头啦。甚至乎即系我曾经我初嚟嘅时候，因为系某啲原因过嚟咧，我试过系诅咒佢啊，系即系。好差，我会即系我有我即系如果我当时以前细个嘅时候，我甚至乎我即系会系用粗口啊，成啊问候佢啊，咁成乜都齐噶。我以前系好躁，同埋好鬼恶死嘅。嗰啲村入边人都叫我即系霸王仔嚟嘅咁。
譬如我讲嘢比较系大声嘅，我即系我讲嘢差唔多成条村真系都听到晒嘅，所以我同我爸闹交嘅时候咧，真系差唔多成条村都知道我同佢闹交噶啦。又讲一个例子啦，譬如我细个我试过咧，我同佢恶劣关系差到咧，佢唔俾钱我翻学。嗰阵时咧，虽然系考到政府津贴，咁但系咧就唔系全津嘅，咁都要俾几十蚊一个月嘅。咁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嘅时候，几十蚊一个月都唔系少钱嘅。咁再加上一个细路仔又冇经济能力嘅话，我因为我同佢对着干，佢唔俾钱我，咁我点样解决个问题咧？我去申请华侨助学金。唔知仲记唔记得大家有冇香港有份报纸叫《华侨日报》？我就去申请华侨助学金，咁嚟到去解决个学费嘅问题啦。咁搭车点咧？我宁愿行路翻学，行个几钟头翻学，我都唔同佢攞钱搭车。你话我同佢关系恶劣到咩田地啊？细个嗰阵时，因为对我好多好多唔同嘅睇法啊，搞到我咧后期咧，我喺成长过程上面系有一定嘅相当嘅困难嘅。譬如佢细个佢会将我吊起啊，喺棵树度啊，诸如此类啦。其实我明白，我到我大个之后，我做咗人哋父亲之后，我明白其实佢系因为佢唔识教我，唔知道点教我一个咁白厌嘅人。其实佢都系出于爱我，不过佢完全系唔识用嘅方法，而撞着我又一个咁反叛嘅人，所以有两个人咧就各走极端，于是乎咧就产生好多唔同嘅摩擦同暴力啊、误解啊喺当中啦。咁我亦都试过我同我其中一个细佬，我关系好差嘅。即系喺我移民咗之后咧，我嬲得佢好紧要啊！我真系好想即系同自己讲，我有机会我真系打镬金嘅，行下嘅。而家所个俗语嚟讲嘅，好即系令自己系绷紧得好紧要嘅。直至到我自己缺咗字之后，我先至可以放得低呢两个人改变咗自己将即系。那些不好的东西抹晒去是突然间变的。我不是跟你提过我即是我甚至半夜起身会打到我太太这样。是突然间是完全没有那种这样的压力，没有那种思虑，没有那种暴力倾向。我连我对自己两个仔女，一定要两个仔不可以用我过往即那种 是比较是强硬的管教方法。所以今时今日，我同两个仔啲关系都算系好好嘅，佢哋都仲系我两个大 B B， 有时都仲会走埋嚟抱下我。都感恩嘅就系，其实你冇以同样嘅方法去对待你两个儿子，系咪啊？冇，我因为我要我不停咁提醒自己，系咪？可能系圣灵喺度提醒住我啦。我唔可以用同样嘅方法去管教我嘅小朋友。你头先有一句说话话，未认识神之前咧，系好痛苦嘅。咁有啲人会觉得，点解认识神反而唔痛苦咧？嗱，喺我未认识神之前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因为我同我爸爸嘅关系咧，而我导致到我差唔多平均每个星期会发噩梦系两三晚嘅。我试过咧发噩梦，发到咧系喐手喐脚同我爹哋格斗啊！即我自己发紧梦，完全唔知之下咧，系打亲我太太嘅。咁我又同隔篱咧，我系个关系好差，差到咩田地咧？我一搬上去第一日，其实我未搬入去住，我开始搬嘢上去嘅时候咧，一般人嚟讲都认知就系嗰栋 fans 就系大家两个邻居系分，即系大家系 share 用噶啦。搬完第一车嘅嘢摆低之后，我就。即系梗系嗱淋落去再搬第二车啦，咁我因为好多工具好多成，咁我搬完就挨咗喺个 fans 度，点不知我挨之前摆咗喺度，挨喺个栏杆啲嘢会冧晒，有啲打烂咗咧，我话乜嘢一回事咧？隔篱个邻居咧就走出嚟啦，就话俾我听，喂个 fans 我噶，你唔好将啲嘢挨喺度，乜乜乜咁，呢栋 fans 系我嘅，唔系你嘅，乜乜。我话一般系蒙 fans 系两家 share， 佢话唔系蒙 fans 系我做嘅，咁所以 OK fine， 我亦都唔同佢拗啦，争拗，因为第一日我亦都唔认知佢，咁我 anyway 我就介绍自己成，咁佢份人咧就唔系好相处嘅，相信都即系当时嘅情形，我睇佢就系，咁我就大家交往过就算啦，
咁我住落之后咧，果然咧就慢慢佢就开始好带俾我好多麻烦。我哋呢一行咧就喺每年嘅三月至到六月呢段时间咧系非常之忙嘅。咁佢每年咧就知道我呢时候好忙嘅时候，就会不停揾我麻烦。佢点样揾我麻烦咧？因为咧就即系除咗间屋之外咧，系冇 fans 围嘅。除咗两家人中间咧，就系有冇 fans， 但系就前后通嘅。我就摆咗啲我啲工具啊，嗰啲咩喺出面咧，咁佢就去 city 度投诉我啦，去消防处就投诉我啦，去警署投诉我啦，总之去得投诉嘅门就投诉我，不停咁带嚟我好多麻烦。咁我就搞到我啲小朋友同埋我太太佢哋好惊，即系点解会有个咁麻烦嘅邻居咧？咁我亦都系好头痛，喺个时候好忙，咁我亦都不下去应付city 啊、消防处啊或者诸如此类。until 我后尾嘅时候咧，我你哋而家如果有机会去睇啊，我咧就会觉得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就系我同呢个邻居之间咧系有两埲 fans 嘅，我自己起一埲 fans 系将我全家围翻起佢，我埲 fans 仲起得高过佢，因为我唔想见到佢，我亦都唔想佢见到我，唔想佢搵喺嗰啲 fans 嗰啲疏罅中间度搵支竹过嚟拱冧我啲嘢。咁所以係相當之有趣嘅。咁而家諗翻起，其實即係可以話係一個好似以色列人經過某啲地方，摩西佢講完之後，佢擺啲石頭喺度做 icon 一樣。而家有一個 icon 嚟，我就可以警惕自己啦。因為而家我同個鄰居咧就 OK 嘅，咁就係、是都叫做係大家係好咗好多。咁都我見到面，我會同佢打招呼，咁有兩句傾嘅。咁呢樣嘢咧就係、是、喺我缺咗字，信咗主之后嗰年，我屋企阿婆好好食嘅梨树嘅，咁过往我都会派俾周围嘅邻居嘅，我系唯独唔派俾佢嘅啫，因为我唔知佢有乜反应。咁我哋后屘商量下，我唔紧要啦，唔理啦。咁就系嗰年嘅时候，秋天嘅时候，秋收嘅时候咧，我就周围派俾邻居嘅时候，我亦都派埋俾佢，咁佢亦都就善意咁回應我，咁就話好食，咁OK， 咁就係咁樣，大家就個關係就好咗啲啦。我亦都唔理佢到底係佢會應我唔應我啦。咁我見到佢會同佢打招呼。anyway， 而家就好好多啦。嗱，你信咗耶穌之後咧，你知道點樣去做牧鄰嘅工作啦，修補呢個所謂嘅即係就算鄰居大家有時際嗰個關係。咁但係你同你爸爸嘅關係嗱？发恶梦啦，即系甚至会喺梦里边大打出手啦。咁呢个嘅问题，你又点样透过信仰，即系你认识神，讲下你究竟即系同爸爸个关系又系点样样咧？嗱，呢个就提翻之前讲过啦。因为其实我几岁大已经同我爸爸关系已经开始系转差噶啦。咁我不停咁同佢对着干啦。我可能我爸爸教育水平唔系咁高啦，同埋系做嘅系体力劳动工作啦，佢系农夫啦，咁所以咧就唔知道点样去教育我哋啦。咁佢都撞正我咁反叛，佢都唔知点样去应付啦。咁唯一就系攞起碌棍啊，攞起石头，攞起凳啊，或者咬几条嗰啲竹仔咧发啊打啊咁，即系咁。我如是者俾佢打得多嘅时候，到十几岁啊，更加就越更加反抗啦，系咪？咁个关系好恶劣嘅，咁甚至乎直至到后期，我帮手做将屋企嘅生意转型啊，咁诸如此类之后咧，咁佢都系用一种系其他呢啲兄弟姊妹嘅关系咧，同我同佢之间关系咧都系特别系差啲嘅，好老实句，因为我好多嘢我又习惯咗系同佢系我又唔会话就住嚟讲，我见到有咩唔啱，我又即係好整三餐咁，成日就即係有嗰樣講嗰樣，咁佢就好激氣啦。直至到我缺咗字，我零五年缺字，咁我亦當時我又好有好幾年冇翻香港啦。咁我零七年我想翻香港去探望屋企人嘅時候咧，喺我翻去之前，我就已經係book 定一個旅行團，我就係要同我爹哋媽咪同埋我外父外母佢哋。同埋我啲即系小朋友成家人咁样翻去，咁然之后咧就 book 定晒旅行团咧就去泰国，我就系同佢哋一齐去。我有一样嘢必须要分享嘅咧，就系、是、我缺咗字之后，唔知点解好奇怪，我就冇再发嗰个噩梦。喺呢十年之中咧，都间唔中有一次半次嘅，咁但系咧就以前咧差唔多一个礼拜咧就系两三晚嘅，咁就缺咗字之后
冇再发嗰个噩梦啦。唔知点解就好平和，个人乜嘢都放低晒，觉得系好似好多嘢都唔重要啊。唯独系主先系最重要。咁2007年就同佢去旅行啦。咁就大家就喺旅行当中咧，有倾下啦，有讲下啦。咁就两仔爷真系真真正正就系、是即系廿几年嚟真正坐低系对讲啲比较系深入嘅嘢。咁就有时讲下我话俾你听，我点解会有咁嘅睇法啊？咁。咁佢又即系话一啲佢自己嘅谂法俾我听啦。咁我就觉得佢可能佢就觉得我好曳啊。咁啊又或者系即系我又为想佢好。咁不过大家都系用啲唔同嘅方法，唔系咁咩啦。就系咁样，我哋就变咗就大家往后嘅日子咧就可以交谈多啲啦，咁样咯。爱是恒久忍。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其实呢到而家你爸爸信咗耶稣未呢？未，因为本身我爹哋咧，佢系道教嘅，佢已经系信咗几十年，佢好根深蒂固嘅。佢以前咧连教会都唔入嘅。点解我要讲以前呢？啱啱最近去年佢嚟再嚟探我，同妈咪再嚟探我嘅时候，即系都有啲系老退化噶啦，已经唔系咁咩，所以我都好珍惜，尽量系有机会同佢相处得几多得几多啦。咁就佢旧年嚟探我哋嘅时候咧，竟然间可以第一次入教会，系去听到，唔系去参加活动。佢旧年嚟探我嘅时候，以往我哋佢试过过往去嚟过都有好几年好几次噶啦。咁就，但系佢每次咧都要我哋喺 Rocky 即系喺教会附近一个 park 啊，放低佢哋啊，佢哋两个喺度行下 park 啊，行下啲 trail 咁样嘅。咁就今次咧就直头咧就我哋话俾听，会唔会有冇兴趣跟我入？佢跟我入去，入咗去两三次，系去入去听晒成个讲道。咁即系都好惊奇咯，即系神要作嘅，真系就可以做得到咯。我自己本身我传福音咧，我就唔会系积极去 push 人哋嘅，因为我要嗰个人真系真真正佢自己去了解去信，因为我见过好多咧信完之后咧，佢哋好容易俾身边一啲唔好嘅见证就绊到，同埋我同嗰啲人传福音咪讲见证，我都会话我哋系仰望住神，所以其实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一样都系人。虽然我们缺了字或者是受了洗都好，每一天都有机会是跌落个陷阱到犯罪。所以我叫那些人不要望住任何人做的见证，最好就是自己去了解多些。当然如果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要做一个做多些好的见证去荣耀神，但是这些东西你有时人是会有软弱的，都会绊倒的时候，所以我就会比较是趋向于是杀种啊、浇灌啊。咁当然，如果有机会到的话，我都会同佢决志嘅。
咁其实我知道咧，你喺屋企咧起咗一个好大嘅作用嘅，即系因为你好有，当你信咗耶稣之后咧，你系好想带你嘅家人信耶稣。咁我知道你都有啲兄弟姊妹嘅，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屋企里边，即系你信咗耶稣之后，虽然你而家爸爸未信，但系佢都肯有机会跟你入教会啦。咁你妈妈嘅情况点？你兄弟姊妹情况又系点？你可唔可以略略讲下咧？我妈妈咧，佢喺好似系2015年。他做过手术，做过一个很大的手术，就是个颈椎 C1C2， 他软骨退化，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持续恶化下去大概是得两年三年命到这样，那就所以我们就跟他签字给他做手术。那在做手术那天呢，我家姐本身他都是基督徒来的，他就带了他教会的牧师和师母过去跟他决志，同佢祈祷。不过可能佢渐渐个即系嗰啲思维啊，mentally 唔系咁清晰啦。咁佢而家佢都亦都唔记得咗佢缺个字。咁但系就我哋都会同佢讲下一啲福音啦，咁样啦。至于其他屋企人咧，我妹妹啦，咁都间唔中有翻下嘅。咁但系咧就自从2016年佢先生喺工作嘅时候交通意外过咗身咧，咁就佢就个人比较情绪上面比较系有啲起伏啦。咁虽然佢而家仲未决志未受洗，咁但系我相信神会系有佢嘅时间嘅。咁反而佢个女女就有两个女女嗰啲枕住翻教会，那个大女好似系缺咗字添噶啦吓。咁另外我哥哥咁佢系咁样提，就话见到即系我有改变，咁佢就佢呢两年咧亦都好频密咁样系翻教堂，佢系翻天主教嘅。咁 anyway 我都好高兴咯。咁我见到佢生命亦都系改变咗好多啦。我见佢呢两年平和咗好多啦，咁我亦都希望屋企其他屋企人我可以话到俾佢哋听，神系我哋嘅依靠，系我哋系值得系信靠嘅，系可以系我哋嘅避难所嚟。嗱咁圣经里边咧都话啦，当信主耶稣咧，你和你嘅一家都必得救啦。咁我谂你都系好深信呢样嘢啦 ，Gavin。所以你就好能好尽力嘅去真系翻到去，每次有机会翻香港嘅时候咧，同家人再重聚嘅时候咧，都系带佢哋信耶稣。咁嗱，头先喺整个过程里边咧，其实我一路都仲有一个问题，都喺个脑里边就好想问啦。嗱，你已经信咗耶稣十几年啦，喺你嘅属灵生命里边。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那你有没有真的经历过神的神迹呢？我记得你讲过给我听，你有几次呢神都是出手帮你的。正如我一开始我都有讲，我真的很感恩很感谢主，因为我相信我不是一个懂得会好好管教得好好小朋友的父亲来的。因为我一路以来我都是在我爹地那个高压严管之下成长，所以呢其实我个人咧系比较系有暴力倾向，系比较躁嘅，同埋系比较系我成日话自己系呢度形容嘅过度活跃症嘅。我人有急啦，有躁啦，咁以前嘅同事都话我嘅。近呢几年佢哋都见到我变咗好多噶啦。咁正正就系因为我过往细个嘅经历啦，咁原来神系为我安排咗，咁等我认知到佢啦。咁我藉着嘅神咧。我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去教导我的小朋友啦。咁我两个仔咧，好多人赞佢好乖。其实呢啲唔系人嘅本事，我话系神一路以嚟咧就系教我啦，亦都教佢哋啦，亦都教住太太咧点样去到引领佢哋，亦都系睇佢哋系依靠喺佢哋依靠住神嚟到去成长啦。咁好多时话佢哋闹佢哋嘅，如果佢哋做错嘅话，咁但系我会同佢哋倾，会同佢哋分析。咁呢啲相信系从神而嚟嘅力量嘅。如果靠我嘅话，我谂我一定闹得佢哋好紧要嘅。
譬如我仔十二岁嘅时候，我话俾我未做过十二岁嘅爹哋，佢未做过我十二岁嘅仔，咁我大家一齐学啦。我一路讲到而家廿岁、廿一岁咯，咁佢又学做我个仔，我学做佢嘅爹哋，变咗我就觉得喺教导佢上面好感谢神咯。如果你话要系我哋父母嘅功劳嘅话，神嘅功劳最大啦，跟住太太嘅功劳亦都系最大啦。佢系佢嚟咗加拿大之后，生咗小朋友之后，系冇做嘢，系全职，系付出，系我知佢比我还要辛苦嘅。咁系因为教导嗰啲小朋友唔系容易嘅，我净系顾住做好我自己工作，但系佢要面对嘅唔止系佢家庭入边嘅工作，小朋友工作，邻居初搬上去嘅压力，咁又要帮我有时做下我系一啲系文件上面嘅嘢，咁变咗就系佢比我还要忙，所以养一个小朋友话要用400万嘅话，我谂我太太要 double 上先得。补充翻你提到嘅，话我有冇遇过啲神迹啦？其实有好几次，仲有好几次可以讲。举个例，譬如有一次我去农场系翻嚟嘅时候。咁落住微雨，个地下好跣，咁我就转一个弯嘅时候咧，嗰、那个弯好忙嘅 ，low heat highway 嚟嘅，我都系照咁样平时咁样嘅速度去揸，但系咧就其实系有少少超速嘅，即系当时系唔知后谂紧啲乜嘢啦，咁就即系唔为意下个路面嘅情况系有啲跣嘅，咁我就成架车系转个弯时候成架车打晒转。是转了不知我想三个圈都有的了。就最后整个车就缝了上去个安全岛上面。当时呢是双线双程行车的，即是一边车不停地来往来往，是路易很忙的。如果过对面线又被车撞了，就算在我这条线上面也被车撞了，就很神奇地的车是将个车是整个车是浪了上去个安全岛上面，而不是打横浪，是就跟个安全岛是 parallel 这样浪，就浪了在上面。咁啲車因為速度好快嘅，咁仍然都係咁，啲車不停喺我身邊，馴馴馴馴咁不停咁經過。跟住個車停低咗，我先驚。我話如果當時我係打橫嘅，車頭又俾人撞，車尾又俾人撞，即係浪喺上面。開始嗰啲人就停低嘅車就有啲睇熱鬧啦，有啲就過嚟問我有冇事啦。咁我就發覺，咦，我自己冇事。咁我冇事咧，個車咁樣撞法，咁即係個安全島係高咗一級上去噶嘛。咁個車都點都有事啊。又好神奇喎、哦！架车只不过拎系凹咗啲，但系咧就冇爆胎，又冇成乜都冇、哦。我最后系可以自己谂到办法用翻，因为我架车系 4x4 嘅，系 4x4， 咁就可以落翻嚟揸翻嚟屋企。我讲翻俾我太太听，我太太都吓到一眼汗，真系好感谢主嗰次。如果唔系嘅话，我谂而家都冇机会坐喺度啦。另外一次好感恩嘅喺工作嘅时候咧，咁我喺堂梯咁就差错脚跌咗落嚟，就三尺高，唔系好高嘅，咁但系又就系咁样，因为差咗落去下边系一啲高低级嘅只脚踩落去一个高级相差3寸高低嘅位置度，咁嗰只脚喺个脚眼嗰度就断咗，我当时痛得好紧要嘅，痛我谂我可能休克咗大概1分钟心肺啦。啲同事以为我做乜嘢事，咁后尾都 anyway 就好啦。做完手术之后，一般嚟讲系即系会好痛嘅，个个人都话好痛，咁又要有啲人甚至话食止痛药都瞓唔到觉咁。我好感恩啦，一来发生个意外嘅时候系我差唔多收季啦，已经系12月啦。咁啲工作亦都大部分完成，咁係好一個相當之困難嘅時刻嚟嘅。如果我以外嘅工作嘅話，就咁醫生話要唞4个月，咁我話都好啦，4个月，咁我4月可以開翻工，咁我 OK 啦，冇問題。但系咧就神蹟就係在於我喺整個過程入邊，我一粒止痛藥都冇食過，我夜晚黑我可以瞓得著，我冇痛醒。我太太都奇怪。佢话你使唔使食啊？我话唔使。我每晚净系瞓觉前我就祈祷，起身嘅时候感恩咁。其实我以前咧就
比较少在临瞓前祈祷嘅。自从那次之后咧，我就每晚瞓觉前我都会系祷告，我然之后先至瞓觉。咁我又瞓得系好舒服，好安心。难怪神有一句说话，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咁我真系好好体会到呢一句圣经。我呢样嘢亦都我觉得系非常之系奇妙嘅，因为后来我太太亦都试过系，佢亦都系试过只脚又系啲骨又系有啲裂咗咧。咁我又想佢，佢都要食止痛药，佢话痛系。咁所以我真係好感恩咯，吓，同埋我好翻得好快，我大概个零月到我已经可以系用拐杖行，大概两个零月到我已经系可以拆嗰啲石膏，跟住我喺三个月左右我已经可以开翻工啦，我已经吓。好开心听到你嘅见证咧，即系神两次嘅都。即系拯救你嘅生命啦，又保存你安全啦，同埋你对神嗰个信心都系好单纯啦。即系祈祷、感恩呢两个字都好帮到到我。咁嗱，头先你讲过咧，话爸爸系农夫啦，其实你自己啲作为一个即系园圃嘅负责人啦，其实你种过啲咩咧？不如同我讲下你嘅工作啦，真系喺工作上面，你又点样去感受到神对你嘅引领？圣灵嘅帮助咧，咁。我其实信咗之后咧，我某程度之后好多时咧都仲会系忘记咗神嘅恩典嘅，靠自己嘅会。咁好似我喺2007年买咗农场啦，咁我以为自己可以系 handle 到啦，可以应付到出面嘅工作同埋入边农场嘅工作啦，因为我农场系喺 mission 入边嘅，一路以嚟我都。知道是会很辛苦，那我告诉太太听我可以应付到的，但是呢神教导我告诉我听，我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要应付两样东西，所以神告诉我听，一是侍奉神，一是侍奉马门，原来圣经里面又是这样讲的，是人是不能一心二用的。我愿我灵存活于十架里密情，话语也变得安灵，两耳专心倾听，注目声音，全情下着细化泡影，心早预定，让主将自倾，察验我灵，从神的话语确认，愿这心窝专注圣灵，抹去虚假不敬，圣话照明，潜藏着罪意也看清，此生命是主将至旧情，求你让这生充满信心，充满耶稣生命，圣血洗去我心底的暗影，除去内里困锁，抹去苦楚，盼望基督到领，更清楚使命，从心底里响应。我都好想去经营翻好个农场嘅时候咧，我发觉咧都好多时咧就事倍功半，应该系前年。咪有一场大雪嘅，连续落咗两次，好近啲啊！佢落第一次落咗唔知四尺咁上下，咁跟住咧就融完啲雪之后，跟住就结咗冰，跟住又即刻又冻翻结冰，跟住啲雪唔融就积咗喺嗰两个温室上面，再嚟一场雪又落多三尺落去，咁变咗成五六尺雪，就将个两个温室都砸冧咗之后，我就终于体会到咧。我原来是真的是太过高估自己，同埋离开神太远了。我告诉你听，专心做好一样之后，然后先再做第二样。但是个农场入边仍然有啲农作物咧，就好感恩咧，就唔系种晒啲即系细棵要摆晒温室嘅啦。咁亦都系有啲农作物摆喺出面嘅咧，就个即系伤害冇咁大啦。咁就有啲樹啊，咁咪譬如有啲藍莓嗰啲咁，所以每年都可以走去都享受下神為我預備嘅一啲食物啦。
其實在初初的時候我亦都試過係走去想轉種一啲係農作物去有機嘅農作物去賣啦咁成啦，咁但係都係做唔到，所以咧就啲教會弟兄姊妹咧，因為我試過有一年咧就係豐收嘅時候，我試過攞一啲農作物翻去教會義賣啦，咁佢哋話。好非常之好食，仲有冇？我话我冇啦，我真系应付唔到佢咁即系咁大嘅压力嘅，做唔到，顾唔掂两边。咁所以我呢几年，我呢三四年，我都冇再点样特别去种嘢啦。除咗已经种落嗰啲，譬如啲提子啊，或者系啲 fig tree 啊，啲蓝莓啊，或者系啲枫树嗰啲之外咧，就基本上就系、是、都个农场而家少啲时间去打理嘅吓。咁都继续为你呢个农场祈祷啦，即系你嗰个农场嗰个嘅收成，咁栽种有时，收种都系有时啦。咁但系我又知道咧，其实咧你除咗系好有心机去做栽种工作之外咧，你都好有嗰个嘅热诚咧，想将福音种子咧系撒喺人嘅心田里边。咁我知道你哋教会咧有福音巴士呢个事工，譬如喺教会嘅福音工作上边，你系点样去参与？或者你是怎样去开始我都不记得了2014、2015年参加一个短宣课程，我因为我受洗之后呢，我就开始参加多了一些教会里面的侍奉啦，就然之后后来又读了个短宣课程啦，跟住就入了传道部啦，又去帮手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啦。当时是我读过课程的时候就有一样东西叫福音巴士，我就第一次接触的。我说咦，原来是这么好的，可以是即是我初初的想法就是咦都好，我困住他的巴士到没得走，我地同他讲什么，那他地都要听要收嘛，是不是？但是我发觉后来就我发觉这一样东西就是正正我刚才提及的，就是我用撒种和松土的方式，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就是发觉不是的，如果你是想着哇在焗住人家在这里就可以成功的呢，或者是去急于 是求有果效的呢，这个是要看神的时间而不是我们的时间，就算你不做事都会是他都会自己 是会决绝。所以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发觉原来在每个人里面在个心里面摆下一粒福音种子呢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教会每年都会搞一个福音巴士团。我如是者这么多年都参加了成四年呢。我每年都是做个我的位置就是做车长。那我就是最多东西讲那个。那我就会在车上跟他们分享见证啦，即是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同佢分享见证啦，牧师会同佢哋系牧祷啊、决志啊咁样啦。我头先提及嘅就系我点解会改变咗个睇法咧？因为我搞咗两三年之后咧，就发觉咧，嗰啲人咧就好得意嘅，咁佢哋咧就会落咗车之后咧，有时咧就因为明知落车就可以透气啦，咧仲唔离开你远啲，系咪？所以去年开始呢，我就用了第二个方法啦。我直头就上车的时候，我就劈头第一句就跟他们讲，大家知道这个是福音巴士，我们会跟你讲福音的。但是大家不用那么紧张。如果大家觉得是时候的，你们可以听多些，或者想问多些，可以随时过来问我们。如果你觉得是未是时候的，大家就我们为你祈祷啦。咁亦都係大家係可以係繼續享受父為你哋預備嘅一切嘅嘢啦，咁可以享受一下，即係參觀一下周圍啊，或者係去觀光一下咁樣玩一下啦，咁我就覺得佢哋會係舒服啲咯。咁我就如果係有機會繼續係喺呢個崗位侍奉嘅話，睇下咁樣嘅果效又會唔會好啲啦，咁樣咯。咁佢福音巴士嗰、那个嗱，那个对象应该都系未信耶稣噶啦。咁你用咩去吸引佢哋咧？系咪带佢哋周围去啲景点啊旅行咧？系啊，
其實搬一巴士每一年呢我們都會選擇一些不同的、景點、啊、但是我們又不會去那麼多，因為去得多呢你就變成時間很倉促，就走馬、走馬看花這樣。那我們就會選兩三個地點、啊、譬如去摘下果仔、啊、即是、看一下時節、啊、如果當時是那個時節是有些什麼的，我們就去什麼地方、啊、譬如是蘋果季節的摘蘋果、啊、是藍莓季節的摘藍莓、啊，咁去摘下果仔啊，去睇下某啲景點啊，睇下三文魚啊，或者係去行下啲 trail 啊咁樣啊，或者係某啲係出名啲嘅啲景點啊，咁樣去參觀去睇下咯，咁樣咯。咁樣樣多唔多弟兄姊妹係帶佢啲微信嘅朋友啊、家人啊，同埋個果效又點咧？其實咧就點講好咧？有啲人咧就會反應係唔錯嘅。但有些人呢、我看到呢是有些抗拒的，雖然是福音巴士團，但我都不想他們 是好像壓住心頭大石這 樣來到在整個旅程裡面，是不是？所以就、我轉了一個方法之後，我看看接下來那些、果效會不會好一點。我看到就去年就、好像是大家就會、輕鬆一點，希望大家在這裡享受緊神為我們預備的一切之餘，也都是、記得認知到神啦。咁嚟嘅時候，其實佢哋有啲人係會慣常咁嚟嘅，見到係慣常嚟，慣常嚟嘅其實都唔緊要嘅，因為佢哋每次都會帶啲朋友嚟嘅，咁所以咧都會接到一啲新朋友嘅。咁同埋我哋教會有中文學校，咁中文學校咧亦都係有很多家長他們是微信的，所以搞一下這些活動、大家除了是、增進那個、對於整個社區、啊、整個、環境的認知、啊、認識之外呢，也都可以、在這個機會也都是看到神為我們的作為、啊、還有為我們預備的一切、啊、這樣咯。嗱 ，Gavin 啊，咁我知道你系做福音巴士嘅工作啦，你好有热诚去同人传福音啦。你可唔可以就趁呢个机会呢？嗱，我哋嘅听众里边咧都有好多微信耶稣嘅朋友嘅，你可唔可以简单同佢讲下究竟福音系啲咩嘢咧？简单啲嚟讲嘅话咧，福音咧系喺二千几年前神差派咗个儿子落嚟为我哋受死。其实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很美好很漂亮、但是因为后来人的、私欲、啊、就变成是、犯了罪，变成就到跟神隔绝了之后，直至到二千多年前神差派的儿子耶稣基督回来这个世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洗脱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其实很多情况之下我们不知不觉之下会犯的，例如我哋嫉妒人哋，你可能心讲嫉妒啫嘛，唔系啊嘛，系、或者系喺思想上面有啲系越位嘅思想啦，好简单咁，譬如有时口花花咁聊下女仔啊，或者诸如此类咧，其实呢样嘢我哋都唔系太适宜去做，咁呢啲都算系罪嚟嘅。你话哇呢啲都算系罪，系喺神嘅角度入边。是很高标准的。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跟神和好呢？只能够所以我们只能够藉着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面的宝血为我们洗净，我们才可以回去跟神和好。但是怎样我们才可以藉着耶稣基督去回到父那里？我们很简单，其实我们就是做一个决志，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藉着他宝血为我们洗净的罪。我们的罪包括嫉妒、妄语，同埋好有时我们甚至系赌博啊，或者系喺只眼度睇一啲唔应该睇嘅嘢啊。喺而家个科网世界咁发达、咁先进嘅时候，好多时我哋都唔觉意就睇到一啲，未必系我哋想睇，但系唔觉意都睇到嘅。其实呢啲嘢都算系罪嚟嘅，因为嗰啲嘢会挑起我哋嘅唔同嘅情欲。咁所以如果即是如果想得到救恩的话呢，那就是要藉着耶稣的基督的血为我们洗净之后，然之后回到父神的身边，享受父神为我们预备一切，那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地无忧无虑地，然之后就可以
即不需要说担心死了之后会去哪里、啊、我们死了之后可以回神就得到永生。哇，多谢你 Gavin， 即是你其实我知道这个是你很深的个人体会，因为我又很想回去最之前你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就是在未信耶稣之前呢，你说你觉得你的生命很痛苦，究竟那个苦是实际在哪里呢？而现在你为什么觉得你已经克服了这个的痛苦呢？最简单的一样，其实呢基本上任何一个、普通的世人都会是有这种苦况，金钱呢，权力呢，我曾几何时自己同自己立誓，我要在我家族里面做最强的那个、我要做最出色的那个，我就朝着这个目标呢不停地去追上位啦。even 就算是、做到了，即是或者做到一些成绩出来了，都不满足、觉得还有空间，还可以进步，还可以再继续爬高一点，爬前一点。你告诉我，如果一个人有一种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压力的话，他的心理质素和个人的压力会有多大呢？在我自己几十年，即是可以说我成四十几年以来，我都是这样过。但我缺了志、甚至后来受了洗之后呢，那些我想法完全是不同了。我开始看到神不是想我这样、原来是有另外的事想我去做的，而不是说去我自己想着以前想着想过这样。所以我就放低了 我几十年的想法。我发觉人很舒服，那种满足呢是远比以前是 set 一个 target 或者一个目标之后追到或者得到之后那种满足还要多很多的。以前呢 就算神摆一样很完美的东西在我前面呢，我都看未必看得到。那放低了之后我发觉呢不用追的。当你以为你有些东西是失去的时候呢，你得到的东西呢是会神会比你更加多的。因为试过好几次我都以为是这样的。譬如不见了一单生意，或者是这一单生意上面做错了是没得赚、啊。不紧要的。原来神告诉你，你不要计较这些东西，你做好它。回来的会更多的。但是那个客看到的，他知道的。他知道你这样搞你是蚀的。他就于是乎呢就不停地介绍一些很好的客给你。因为之前那个人给他很大的信心和很大的口碑。可以，那你就变成在另外其他他介绍来的 referral 上面，你可以赚得更加多。还有即人家会是很感恩咯。其实、我发觉做事呢真的、很多时候呢我们除了 是金钱上面的满足呢，我们重要是最重要是荣耀到神。还有是人家对你那份是尊重和那份、感恩的心。那呢你真的做起上来，就算真的讲真的蚀，你都会蚀得会很开心咯。即是神的爱呢去填补了，即是你的原生的父亲对你那份的即是严厉。那你有没有去感受过这份爱呢？天父你的爱。我以前不知道这份是从神而来的爱。我现在知道了，神教识我 要原谅，要原谅人家，才可以得到神的原谅。你想想、我想起自己，我这么坏，这么曳，这么叛逆，父亲，我都可以得到神的原谅。甚至乎我相信我以前是当中跟他格斗的时候，我相信可能我都打过他，我会打到他都不定的。因为当时我已经我都有成十六七岁啊，但系我呢啲嘢系我唔知噶啦。咁如果有嘅，真系要同爹哋讲声唔好对唔住啦。即系我一个咁差嘅人，神都唔舍弃我。咁所以我更加要唔可以系有权去嬲怒系身边嘅人啦。短短嘅访问里边咧 ，Gavin 啊，其实喺你嘅访问过程里边咧，我发觉咧，原来 Gavin 真系好大改变啊。你话以前咧，你系一个 trouble maker。你是会跟人对着讲的，但信了耶稣之后呢，你的性情有改变。
咁你喺边个 occasion 度信耶稣嘅咧？仲记唔记得啦？即系喺 Port Moody。我当时咧，其实系系2005年嘅时候，我就系听到阿许道宏牧师，其实佢系当时许牧师佢系本身系患病嘅，咁佢喺当中同我哋讲道，同我哋证道，分享佢当中佢嘅一啲生命上面嘅见证啦，咁同埋想我哋系争取神为我哋预备嘅道。咁我当时我听完许牧师一句说话之后，我好大感动。许牧师佢话好多人喺病患当中，佢哋挣扎过之后想认知神，但系有啲人系已经太过迟。佢话我哋当中不论系有病患嘅或者系冇病患嘅，既然今日有机会认知到可以听到神嘅说话，点解唔去早啲去认知呢？我喺嗰刻我真系流眼泪。当时其实对神嘅认知都唔系好深，但系圣灵又系触动咗我，所以许牧师呼召嘅时候，我即刻举手。我谂都冇谂，我就决咗志。一路决咗志之后，如是者喺当中去继续学习啦，去认知神更加多啦。嗱，我都好想身边嘅听众咧，能够好似Gavin 同我哋嘅分享啦，把握嗰个时机。当我哋能够有能力去选择相信神嘅时候咧，我哋去选择相信佢。有两段经文我好想分享嘅咧，一段就系约翰福音15章，耶稣讲过佢系葡萄树，我哋系枝子，离了佢就不能作什么，系真嘅。如果我哋靠住神嘅话咧，我哋会得到嘅恩典咧，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另外有一段就是在我受浸的时候，我分享一段经文，就是雅各书2章17节，有了信心之后没有行为都是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些好的见证呢？一来我刚才之前也分享过，因为有时一些不好的见证会绊到人之外，亦都其实都会绊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当然每个人在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上面，或多或少有时都会绊到的。但是最重要我们要不停地要依靠着神，希望圣灵是提醒我们，挽回我们这样。咁咧，身边嘅听众如果听咗呢个节目好多，即系好多时都系惯性听呢个节目嘅时候，都会知道我哋系好想将呢个福音、将神呢个爱、呢个改变人嘅大爱嘅神咧，系传俾你哋，话俾你哋听。其实我哋真系有一位好爱我哋嘅天父，系创造我哋，将佢哋嘅仔俾咗我哋，以至我有机会，因为佢呢个仔冇犯过罪，以至我有机会能够同佢复和，有机会再一次认识佢。咁多谢你啦，好多谢你今日。即系Gavin 真系同我哋倾心吐意，多谢晒，多谢 Grace。我哋嘅生命热线电话号码系416-788-3322。主啊，你是神，完成一切必成，万有的主宰。是我生命源头，本居于高处，却降生这世上，与世人分享真爱与真理。皆因主厚爱，今天充满我，扭转咒语。
在他手中，人与同路人。演戏有喜怒哀乐，但系人生有佢咧，就必定喜乐。人生万变，但系有耶稣嘅爱就永远不变。